网络护士 VS 现实中的护士。网络护士，换速器 ，Let's go！ 呼呼呼呼！啊啊啊啊！下白的，下白的，下白的！呼呼！年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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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。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呢？这个你长得严了。上帝能要我吗？不知道。你们不天使吗？我们只管接送，不管审批。裤子脱一下。啊？这不好了。没看见我在忙吗？脱。炸！啊！我让你脱的是裤子，帮我干什么？谁把你脱进来？去一杯天上的水，照着明月。是心动了，找个眼神。是一瞬间，红尘里飘摇。现实中的护士太累了，闷到嘴，然后口角一脸扬起，有点骚。现在恢复的还比较好了，下午就准备继续，没得事儿。那个医护人员就趴在桌子上面，我们以为是在休息，叫了半天没反应，才知道是中暑了。我一定会尽快恢复，然后重新加入大家这个大家庭，一起战斗。大家加油，宇宙加油，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的。难受，呼吸不过来。我穿上防护服，我就不是孩子了。喜欢就点个关注呗。